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2赛季中超联赛的直播。今天呢，我们要直播的是中超联赛第13轮的比赛。那这一轮的比赛呢，北京国安队还是连续的客场，依然是在武汉这座城市，要对上的是武汉长江队。那么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欣赏比赛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前国安队的著名球员，我们的足球评论顾问王小龙，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场比赛。小龙你好。嗯，魏老师好，大家晚上好。最近是不是心情不太好？心情特别不好。没关系，我觉得这个跟大家是有共情的，每个人心情也都不好，我心情也不好，因为球队经历这样的三连败，而且呢还是在第三场败仗当中出现1-5这样这个历史性的比分。肯定我们出了大问题，出了大问题呢，现在也做了大动作。那其实是谢峰指导跟曹东指导离开了球队，现在有新的过渡教练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对这场比赛有什么期待吗？我觉得换了教练组以后，球员肯定相对来说上场的球员一定会有一个新的精神面貌。因为我也在职业队待过，确实换了教练，整个这个球队要改造的第一点就是态度。那么这个态度我相信呢，因为你在教练组变更之后呢，大家就是我觉得人可能在面对这种情况的过程当中，可能都会有一点变化，或者叫震动，或者叫触动。那不管是震动触动，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知道，每一个球员都应该知道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舆论风口当中，都知道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困难当中。当然这里面很多困难可能不是说球员能解决的，也不是教练能解决的，也不是媒体跟球迷能解决的，但是困难摆在这儿，我们到底怎么办？是继续的沉沦，还是找到自己更适合的生存方式？那今天阵容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啊，邹德海到了首发阵容，高天意终于得到了首发，江湘佑也算回到首发的阵容，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达布罗首发了。你对这几处变化有什么想法？我的想法就是现在可能现在教练组考虑更多的是求战欲更强的，就是说上级要证明自己的，就是这样，不管怎么样积极出战术嘛，只要队员这个足够努力足够积极，他这种饥饿感出来的话，可以弥补球队的一些实力上的损失。而武汉长江队呢，基本上是拿出了上一轮大胜广州城那场5-0的一个首发阵容，但是有点意外，突然守门员换了。高翔呢，肯定不是守门员位置上的一个，就是一个轮换的人选啊，因为这个赛季他一共才打了20多分钟比赛，而且我们赛前也没有收到说主力门将王志峰受伤的消息，但是不知道因为什么这个高翔突然成为了首发的主力门将，而且只有22岁。这个我觉得国安队在比赛当中可以先观察一下，看看这名门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好，这样我们一起去到五环体育场，武汉的五环体育中心体育场，来关注武汉长江对阵北京国安。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我们为您直播的2022赛季中超联赛第13轮，北京国安队客场对阵武汉长江队的比赛。国安队跟武汉队，这也是在中超联赛里面算是老对手，而且是极有渊源的老对手。尽管现在两队，长江已经不是从前的卓尔，但是他是有着血脉相承的关系的。这就是五环体育场。今天呢，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也是请到了观众朋友非常熟悉的我们的足球评论顾问、前国安队的著名球员王小龙，和我搭档一起解说这场比赛。小龙你好。魏老师好，大家晚上好。这也是武汉队本赛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场，武汉球迷已经焦急地等待了990天的时间。他们上一次主场真正的主场作战还是990天，3年以前。国安队呢，连续这三个客场，也是没办法。你在这个恢复主客场以后，连续打三个客场，就打河南人家第一个主场，打武汉三镇人家第一个主场，打武汉长江人家又是第一个主场。对，刚才我们已经看到新的教练组在替补席。相比武汉这个客场来说，比起前两个客场可能
从教练的战术布置各方面可能要更容易一些。对，嗯。不过相比于河南和三镇，其实我们对武汉长江也相对熟悉，因为这几年呢我们跟长江都碰上了。对对，去年我们两场对武汉长江的比赛呢，国安队是两战两胜。第一回合2-0，巴坎布打进两球，击败了当时的武汉队。第二回合，去年的8月3号，国安队是2-1，击败了当年的武汉队，也是巴坎布打进两球。但现在我们可没有巴坎布了。但其实从实力上来说，我认为我们还是要在武汉队之上。所以就看这场比赛教练组怎么来调动球员的这种积极性，还有合理的这种战术策略。双方球员已经入场，于大宝是北京国安队的队长，王迪是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明天在去年国家队的赛事当中呢是受了重伤，这个赛季在第一阶段就已经返回到了联赛的阵容当中。好了，奏上国歌仪式结束之后呢，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武汉长江队本赛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场，而跟他握手的，这是跟李金羽握手的是隋东亮，两个人是健力宝队的队友，是同一批的球员，是同一代的国脚，是俩人应该也非常熟悉彼此。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客场作战的北京国安队的首发阵容。守门员呢是换成了邹德海，在后防线上是梅米、张玉宁、梅米、于大宝来搭档中卫，乃比江是左后卫，右后卫是王刚，高天意、池中国、张希哲、江祥佑会构成中场，达布罗跟张玉宁呢是两个前锋。今天的主裁判是王迪，视频助理裁判员是金晶元，来自重庆。穿着橙色比赛服的就是武汉长江队，那武汉长江队的场上队长是明天，刚才他跟于大宝呢是完成了赛前的挑便仪式。再来看一看主场作战的武汉长江队，守门员今天上了22岁的小将高翔，那在后防线上布鲁诺跟利鹏依然是主力的中后卫，许东是左后卫，明天是右后卫，聂耀双和叶重秋应该是两个后腰，卡耶维奇是前腰，19岁的小将张华俊是左边前卫，吴敬航是右边前卫，福布斯是锋线上的一个箭头。这是国安队的执行主教练隋东亮，这是他第一次作为中超的球队的主教练出现在赛场上，而李金羽带领武汉队在第一阶段和上个赛季的最后一个阶段其实已经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其实一般换帅的第一场比赛一般都会立竿见影，而且应该都会拿出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关队对关队30年的历史上一共出现过8次在赛季中途的换帅，这8次换帅之后的第一场比赛我们从来没有输过。当然了，我们不能以换帅来换取成绩，这个肯定不是我们最优先考虑的办法，但是现在在这么低谷当中的一个球队，我们期待着有一些新的面貌的出现。确实换帅以后首先要改变的就是球队这种精气神和精神面貌。这也是现在隋东亮指导的重中之重。好，王迪的一声哨响，这场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上半场的比赛呢，由北京国安队率先开球，穿着绿色比赛服客场作战的北京国安队呢，在上半时的比赛当中是从电视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攻。应该是一个4231的，哎，我看，应该是一个，
4231。往高，往中间，哎呀，王迪，因为这个球碰了王迪，换了球权，所以呢，王迪要坠球重新来比赛。就王迪在这个位置，张稀哲停球都没法停，像跟王迪抢球一样。嗯。达布罗上来这个位置很活呀。嗯。高定义池中国应该是打双后腰 对吧，这个位置，那张稀哲在他俩身前应该是一个前腰，这个站位的话可能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一个4231的一个站位，嗯，但是可能边路更多的是给到王刚，嗯，而让达布罗更多的内收。好，福布斯目前在中超联赛上已经打进七粒进球的福布斯，哦，这一下，我们看一下，从刚开场的这开局来看，现在我们是偏向于偏向于进攻的这么一个阵型，嗯，上场以后王刚是右路，然后整个达布罗是收进来，嗯，所以说这个就容易暴露，王刚上去以后回不来，被断球以后就容易暴露出这个问题。这个球呢是福布斯准备直传出来到国安队已经横空的这个中后卫的身后的位置，多亏了梅米是半途伸出了一脚啊，要不然卡耶维奇接到福布斯这个球的话就直接单刀了。前点，哎呦。武汉队还有机会，突然传到门前六码线上，这是福布斯的头球点射，也就没有完全蹭上。刚开场感觉国安队可能对新的这种要求还是有些不适应，嗯，所以你看进攻当防守当中稍微有一些混乱。你看福布斯完全是空的，完全被漏掉了，而且之前出现的这次角球也是整个阵型啊不够紧凑，由攻转守以后位置盯人不紧。而且刚才不光福布斯是空的，卡耶维奇也是空的。对，我们看啊，王刚上去的很大，所以应该这是教练的一个有意的这种战术部署。嗯，就是乃比江得位置往回收一收。对，这时候两个边后卫不能一起上，如果一起上，后面就完全暴露了，太空了，犯规了。明天这个断球应该是抬着脚去的。水东亮教练，大波在耐心的寻找机会，还是给到江湘佑这一边。大波罗江湘佑，大波罗江湘佑，很好的配合，嗯，非常漂亮。大波罗没让球出底线，啊，对抗也没问题，嗯，所以说上场以后还是非常的积极。的乃比江闪过两个人，乃比江进去了，哎呀，刚才达布罗在位线路上跟他有点重叠，球还在界内，张玉宁、池中国、乃比江、高天意，很好的传球，张稀哲传进来，达布罗明天靠住达布罗，别说目前来说进攻，我们现在投的人数是足够多，所以说在区域就小区域范围内，我们是多人数上是有优势的，嗯，所以看这些我们已经打出了这种传切一脚两脚这种配合，但是现在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一旦丢球以后要防止对方的这种反击。李金宇，嗯，李金宇应该比徐东亮大几个月，嗯，反正俩人都是一批健力宝嘛，当时也是四小天鹅，一个大连的，一个辽宁的，嗯，一个沈阳，对，但俩踢球，哎，啊，哦，这叫吊射偏了一点点，这个不，哦，越位了，越位了，这转播镜头没有切出来，这球怎么发展过来的？嗯，哦，这跑和传啊，其实形成了一个很好的默契。这个球，这武汉队的三个后卫站得太平了，嗯，而且没有看到身后的人。这就是年轻的门将高翔，只有22岁，身高是1.82米。他们的主力门将王志峰呢，今天没有首发。张稀哲，
球。王志峰应该有伤，今天的替补名单也没进。对，一般守门员，而且前武汉的前头有一个U2符合U23政策的球员，经常没有道理就换一个守门员。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有些伤病。老天爷，转换一个方向，达普罗今天很积极啊。对。好动好活，目前来看。而且从现在场面来看，我们是完全可以压制对手。因为从个人能力来说，对手和我们是有差距。对。所以说，就我们一对一上是有很大的优势。鲁布斯、张雨宁，这是两个在射手榜上都排在前列的选手。福布斯凭借上一场比赛的帽子戏法，现在跟张雨宁的进球是持平的。嗯。今天王迪对这种铲球吹得非常严。嗯。所以说，在场上我们看出达布罗的这种饥饿感，在场上。嗯。这场比赛仅仅是达布罗的第五场的首发，嗯，而且前面这四场首发里边，好像有三场都是踢半场就被换下了。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教练组让达布罗上场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就是利用他的这种饥饿感，嗯，然后为球队创积极的跑动创造更多的机会。定位球啊！啊，张华俊这19岁的一个小将来主罚武汉长江的前场定位球，说明平时在队里这个球员脚法还是不错，嗯，当然不会让一这么年轻的球员去主罚前场这么重要的定位球。中超这种级别的球队，说要19岁的球员能主罚联赛里的定位球，嗯，这个也不多见。对，确实是承担来比较大的责任。嗯。好的，池中国啊，太小了，池中国又抢回来。一对一，嗯，快点解决问题，干净一点。武汉很高位上逼抢的很凶啊。对，就是我们后场出球确实是存在问题的。嗯，啊，之前很多球队在这种逼抢当中呢，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所以说，李金宇指导肯定也是看了我们的这一些比赛的录像。所以说研究怎么去采用什么样的策略去和这种去比赛。内米有一大宝，嗯，这就是布鲁诺的防守经验。嗯，但确实我们没有一个高点在前面可以很好的拿好空中球。对，本身的布鲁诺的身高就比张雨宁高，嗯，身体肯定也不吃亏。所以今天张玉宁呢，在布鲁诺的看防之下，肯定得耗费很多的力气。这个连续两场武汉的这个场地好像都浇了很多水啊，嗯，这还是不同的场地。那这应该不像是天然降雨造成的，不会。其实浇水多一些的话，其实有利于保护球员。嗯，但是呢，适中的话就利于球速。如果像这种水比较多，可能它的球速滚起来相对慢一些。哎，好球！江晓耀两中卫之间左脚打门，嗯，这是一脚中国标的射门。这是前插呀，一脚向前塞，这前插江晓耀跑的路线非常好。嗯。跑到了中卫和边后卫的内部空档，其实他已经摆脱明天了。对，其实这球如果更自信一点，采用一个对于突破的射门吧，会更好。这样射门确实威胁相对小了一些。
突然的向前传球啊，这就差点丢了。张宁的背身被盯得很死，好的，非常好。这是张稀哲接到高天翼的传球，继续交给江翔佑，江翔佑在传中，张宇宁，哎，这球我就是每一下都是严重的身体接触。确实，张宇宁跟对方的中卫啊，对抗上布鲁诺，对抗上还是有些吃亏。乃比江，乃比江传出来啊，这个球后点没有人包抄。就是你看张宇宁，每一次要触球之前啊，这布鲁诺都会给他几个强烈的身体冲撞。其实，外援啊是这样，他们对抗啊是非常那个强硬。就刚刚结束的英超比赛，这水晶宫这个安德森跟利物浦外援努涅斯，对吧？就一直在身体对抗，一直在对抗。是。啊，这个球又带死了，达布罗。倒在地上，反而挡住了对方的解围球。许东刚才迫不得已把球踢出了边线，这也是这个赛季刚刚引进的球员。33号是叶成秋。中国这下很聪明，还是直接打身后追不到。明天直接向前传，凯维奇。吴俊航，好的，于大宝绕前防守，但是这球被对方的二线梯队又给断下来了，危险了，卡耶维奇，这是邹德海近距离的扑救成功。这球对方啊，中路的这种传导非常简练，很快速的打透了我们的这个防线。这一下身后的空档又被对手斜传直插利用到了。武汉长江进攻啊，是很有套路的。是，你看平时啊训练的这种质量非常高，尤其这脚传中啊，后点找的非常准。张发俊完全是在一个空位，对吧？他是没有人盯防的，然后找这个包后点的卡耶维奇，可以瞄着传，就被邹德海把球给打回来了。李金宇并没有多少遗憾，被打对弟子打出这样的配合，直接脚。刚才我们的右路的防守显得有一些空。相反，我们的进攻推进当中呢，可能对于场地的宽度利用的不是那么充分。对吧？我们更多的是向前的直传。达布罗左脚直接想远射得分，看得出来他的进攻欲望。是想在这场比赛证明自己的价值。看这次在空当要球啊，还是会显得非常聪明，选择这个内切。达布罗来国安之前呢，是效力于克罗地亚联赛的萨格勒布火车头，上个赛季出场了27场，打进12个球。他说这个效率还可以。对，不错，这个效率还是可以。你看，现在是我们的右路相对比较空，一般是高天翼去过来补防。卡耶维奇还有射门的机会，这一次，这个球居然没进。其实我们看啊，开场以后我们几次被对手形成这种威胁进攻，都是右路比较空。现在这个位置现在就是只有一个王刚，更多的是高天翼过来补防。张华俊呢，已经有至少两次这种成功的突破。其实现在我们的右路防守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也是现在达布罗可能现在看看他的位置，可能更多的是进攻。
所以4-2-3-1的话，你让达布罗打这个右边的边前卫，他其实对于防守的贡献可能是相当有限。对，他不像江湘佑，江湘佑这一边呢，他肯定能沉到底下来防守。是，而且更多的进攻以后，达布罗是收进来的。嗯，而王刚踢的更像是一个三中卫的这么一个边翼位。对。非常强硬的对抗，力鹏啊断了球，其实身体上跟西哥对抗占到了优势。好球，王刚！哎，张华俊这种动作是需要有一个警告的。我通过这两次以后，我觉得王刚可能更相对防守上可能要更谨慎一些，对，尤其是进攻上选择上的时机啊，因为边路只有他一个人现在。再往向前推进，池中国，高天一前插，回敲给张稀哲，一个过顶的传球在交于大宝。我看这是达布罗的作用，达布罗传到肋部，把球交给王刚，但是王刚这个时候反击啊，我们看一下他后面是空的呀，一看肯定是空的。两个中后卫全都补到了右路，多亏了梅米靠个人能力把福布斯的球给捅出去了。如果这球福布斯控好了以后的，我们又是一个右后卫很严重的一个空当。这对手利用有机会，张玉宁他看到布鲁诺想把球改变方向啊，但是这下没处理好。所以布鲁诺给张玉宁的压力还是非常大。吴敬航完全想通过个人速度来进行突破，确实很自信啊。这个球确实速度占到了优势。25岁的胡敬航，身高1.78米，是出自上海海港。今年他已经正式免签加盟到了武汉长江。你看我们在进攻当中缺乏速度，更多的是这种一板一眼的横传回传，通过第三人找到机会。胡敬航来发这一侧的角球，就45度角的球，就两个边前卫就直接就包办了。别让，这一让卡耶维奇又把球斜线传回来外围还是武汉长江的。明天的这一脚射门呢放了高射炮，否则呢对于邹德海又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我们感觉刚才这一让没有形成一个默契。这就是好久不比赛了。就是我们还是刚才说的这个问题，进攻端的对宽度的利用，就我们现在没有一个真正的这种爆点。就是拿球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去向前，更多的都是回传横传。一是单对单的突破，对啊，没有合适的人选。二是中场的转移球，我们得有转移球。现在我们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通过这种传导，把球控好。但是我们在三十区域在向前的时候，感觉现在是遇到了困难，就没有办法通过个人去打破对方这种整体的这种防守。
江青佑的手球是吗？嗯，这球是有一个勾腿啊。嗯。直线的长传，江湘佑，机会，机会，远端，张稀哲，张稀哲，漂亮！第22分钟，场上比分1-0。嗯，这球达布罗传的很漂亮，而且这个、尤其是江湘佑这次前插，找到了对方这种内部的空档，这已经是第二次、第三次的这种出现这个问题了，对手。今天江湘佑的前插是非常积极的、对，对手的右后卫和中卫啊，之前肋部的这个空档，我们看出现了2-3次这种不看人，所以江湘佑也是很聪明，及时的发现了这个问题。这是隋东亮治下的北京国安队、第一粒联赛进球，中超联赛进球。所以说现在我们看我们进攻更多的还是靠这个第三人向前的这种前插，这个证明我们应该在训练当中解决了去在不断的解决这个问题。嗯，是。而且我们可以多从对方右路明天和立鹏这个位置去找这个空档，相对来说布鲁诺和许东这边可能相对来说防守还是相对更好一些。对，我们看这个很明显的，他就是你看传点不传人。 对，这是什么问题，就是武汉的边后卫还有中后卫没有呼应，所以都是各踢各的，就会造成这种情况。张稀哲左脚的一脚勾射啊，打在球门远角，这选择插上的时机啊。最后一脚是达布罗传的，这样达布罗也有了在国安队的第一个助攻。哦，这个是达布罗的第一个助攻，也是西哲的第一个进球。还一位新犯规了。我们还要注意对方这种向前啊，还是非常简练的，而且非常快速的，这还是给我们现在带来很大的这种困难和压力。其实卡耶维奇也应该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人啊，他打进了2个球，有4次助攻，也就是说直接参与了武汉队的6个进球。第二点。叶成秋的犯规，这是前江苏队的球员。现在把一个球领先以后，我们踢的可以更沉稳一些了，并不急于进攻，这时候可以控一控节奏。射门呢是4-3，射正是1-2。国安队3次射门，2次射正，这个效率还是很高的。其实我们打进这个球之前，武汉队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应该更大。对，但这就是足球，你把握不住机会，所以就会受到惩罚。你看，又是找到第三个人。这次是没传好，对，但是现在看武汉队显然对于我们防守他插上了第三人还是准备不足，我感觉就是这是他的前卫线和后卫线存在的这种问题。
那武汉队连续的倒脚，这一下是于大宝把球拦了下来。内米一个大脚打上去啊，要交给达布罗。其实我们在高空这种高空球的争抢上还是没有什么优势，对，所以尽可能还是把球要打到脚下。因为这种球啊对于后卫来说是很好的，对，正面的这种冲起来的防守啊。你今天打纵深打得很坚决，对，就是利用一二第三个人的后排的前插打得非常坚决，而且确实创造了一些机会，包括我们的这个进球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打进去。胡景航好的快速出球，戴比江这女孩寻求地面，没办法，这被对方压得太深了，妹妹还一脚轻易的把球权又给到对手。达布罗好球，高天一啊，张继哲还是把球权保护下来，虽然失误了，但看到了后排插上王刚。蒋彦佑自己打了，这叫射门质量还可以。其实我们可以多从中路做一做一文章。我们现在看对方的两个后腰，一个叶成秋，一个聂小双，俩人是站不住的。对，他俩腰是完全处于那种没有的状态，防守。所以我们可以尽可能在中路寻求配合，以后再向前这种推进，纵深的插上，效果会更好。叶崇秋呢是从上海成长起来的球员，聂耀双就是武汉本地的球员，上赛季还效力过武汉三镇。确实现在看武汉队的右边后卫和右中卫的内部还有两个后腰防守上是有很大问题。好球于大宝，你看可以中间又空了，这时候就快速向前推进。对，达布罗，对，他的两个后腰站不住了，推进的非常漂亮，过了一条线。江向佑，布鲁诺的头球没问题。高天意，王刚，内米，过去的七轮比赛里武汉队只赢了一场球，这个是非常尴尬的一个记录，非常尴尬。当然最近的三连败就更是如此，不过这场比赛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进攻端我们还是看到了不少的变化。对，首先积极起来就会出战术，这场比赛我认为在前场队员在不断的去跑，相对来说就会好很多。内米单对单的放下了胡景航，而确实我们现在看武汉队的防守啊还是存在很大问题，所以我们要更冷静，先把球控好，不断的去阅读比赛。现在很明显的武汉的两个后腰是有很大问题，所以我们要尽可能从中路控球向前推进。叶崇秋这边好像有点小伤要处理一下，因为现在武汉两个后腰我们看移动起来是非常困难，所以我们就更大胆一些，更勇敢一些向前，特别是此时此刻他少一个后腰啊，这时候我们看更多的尽量减少这种横传和回传，而且这个取决于我们向前插上的坚决程度。对，这样现在完全站不住两个后腰，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再打入第二个球啊，这个内部没人插，
现在这个阵型存在的问题。这个宽度利用的非常开，胡锦航。刚才吹了福布斯对高天意的犯规。高天意已经站住了啊，福布斯抬起胳膊来，一把连推带撞把高天意撞倒在地，方迪吹了犯规。来不及了。好球。球武汉的越高位逼抢我们球。哦，这个失误。必须得是单对单的这么防守，又是每一米关键时刻解围，球还没有出界，球还没有出界。一定要找人啊，这时候一定要找到禁区里的人，千万不要松。裁判还没有鸣笛。好的，哎，王刚跟队友的加强啊。所以张华俊在有 U23 的队友出场的情况下依然是主力的左边前卫，这个也充分说明问题，他脚下还是有点内容。对，刚才看想用一个牛尾巴去过王刚，就是这说明这名队员不管成没成功还是对自己的脚下技术很自信。应该也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球员。但我们现在不要怕武汉队的这种高位，尽可能的去传导，一旦高位逼抢还没有成功的话，他后方是很空虚的。而且在一对一能力当中，我们是有这个能力可以打透的。对，聂成秋这条长传球的直接出界。这一侧就好很多，相对江阳佑的位置还在，所以给南比江就相对很小的压力。就是你前面有一屏障，对，和让你直接我们看这一侧赤裸裸的，就是面对对方的刺刀，这是完全不一样。是这一侧更多的是高天意，通过大范围的跑动去弥补达布罗上去以后身后的屏障。所以就是如果打四二三幺的话，这个达布罗出现在一个边前卫的位置上，这个他的防守确实是个问题。对。跟武汉队相对来说，他的进攻啊还是能力有限，但我们跟更强的队如果更多的暴露这种空档的话就很危险。这下看达布罗能不能拼过去。队的传球成功率现在达到88.8%啊，这是一个比较高的传球成功率了，而且上半场没完，233脚，传球也还是个正常数值。现在我们更多的问题还是更多的是回传跟横传，现在我们的前卫线还是要尽可能的找到空档动起来一样。对，像这种直塞直接转身就更好，这就是两线之间对啊需要有人不断的跑。好好球啊，西哲，哎呀大了一点点，他看到了这条线啊，我们必须有向前的传球才能打开进攻，现在更多的是横传回传，现在这是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
而且现在在大家体能有点下降的情况下啊，就是不那么容易经常的突然启动跑到两线之间接球了，我们就需要有这种转移球出来。嗯，我看那更多的是球到了两个外援的脚底下才会有威胁，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两个外援严格限制住。嗯，布鲁诺又找到这个点。嗯，你看武汉拿球只要往前就都是找张华俊这个点。对，而想寻求张华俊的边路的这种突破。嗯，而且我们从这个阵容上安排啊，胡靖涵和张华俊都是边路属于可能速度快突破能力强的这种队员。嗯，哎，这球拿下来了，张稀哲等待着队友的支援，蒋向佑坚决一点，坚决一点。是，对，这时候他没有是没有后腰的。哎呀，布鲁诺回来了，哈哈，他回来的太快了，否则的话，达布罗会接到张稀哲的助攻，有可能形成投桃报李的助攻。嗯，他确实还是给国安队一些威胁啊。嗯，这是来自黑山的外援，今年32岁，身高1.87米。对方在这个区域这么轻松的拿球啊，胡靖涵给的压力太小了，要限制他的两个外援，球只有到他两个外援脚底下才有威胁。明天，好球，没有犯规，江向佑非常漂亮，单对单直接把球给断了，就是明天犯规了。我们看身后的外援啊，卡耶维奇也是非常的沮丧。其实我从1对1来说，我们是完全占到可以占到便宜的。对，就是我们的能力绝对在武汉之上，他们的个人能力是离跟我们是有差距的。嗯，徐总还是我们说的，一定要限制他两个外援，这是只要限制住了，对手进攻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威胁。都没开好，这一球。吴景涵，上半时还剩下最后这几分钟啊。拼抢不能松。嗯，又空了我们的右路，还是高天意回来。好的，高天意。嗯，这一脚捅的算是解决了一个大麻烦。嗯，所以这也是应该战术的一种安排。嗯，右侧主要是高天意过来。嗯，来去补。突然立起来，这是乃比江的头球解围，张玉宁横敲，江向佑又是无球跑动当中的犯规。嗯，刚才这球还是想利用达波罗的这第三人的向前前插，张玉宁作为西哲，西哲一个转移。好球，
前很有张稀哲、漂亮。看还有没有前插？哎，这稀哲在越位的位置上，他不能动。没问题，我们的压迫啊，即便犯规，这个球也没问题。所以你看，今天梅里防这个福布斯，我觉得到至少到目前为止是成功的哈。对他，毕竟身体对抗上是不吃亏的，所以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你身体对抗上吃亏的话，你是很难防住的。所以上一场于洋这个在和马尔康1.96米的马尔康对抗当中，这个确实太吃亏。对，那个没办法，尤其是那角球啊，那确实是赛后总结都没有什么可总结的。确实是俩人这种吨位啊，各方面差太多了。是一脚打到王刚的身后，高廷义在这个位置上，王刚回来，吴定航靠近他，这是我们后腰啊，跟的还是稍微慢了半步，这就是先从我们的右侧呀、打开以后，再寻求中路的这种配合，就是还是从这一路进来，对，因为现在王刚是顶出去，他身后空档会暴露，只能高天意去补。他不顶出去，他身前的空档就暴露，所以也需要高天意，就他们俩人这种配合就很重要了。所以达布罗在这个位置上，现在达布罗做的更多的，他是进攻当中站在内部寻求这种中路的配合，造成人数上的优势。他还是打的是一个前锋。对，他打的是个内锋的位置。对，4231这个边前卫是要攻守兼备的。现在我们有时候进攻更像一个4-2-2。但又是一个偏右侧的4-2-2。第45分钟了，场上比分呢还是1-0，国安队暂时领先。而且这个半场球，我们对于场面的控制应该说基本可以，但是我们自己也有明显的问题存在。走得来啊，张雨宁把球对抗下来，你看他现在找力鹏，达布罗交给张雨宁。这时候我们一定要防止对方的反击。对，我们现在人员都在上面，因为现在我们的右路是空的。凯维奇，这是高天意啊！凯维奇必须用手上动作来摆脱高天意的防守。高天意这次的延缓啊，做得非常到位，并没有让卡维奇提起速度来。这次1-1的防守贴得非常的紧。对。只是一旦让凯维奇过去啊，就非常危险。左德海也已经29岁了。上半场伤停补时2分钟的时间，我们要把这个比分保持住。只要中场休息以后啊，下面可以安排。看看是一点什么样策略面对下半场。
这周呢又是一个双赛，不过对于国安来说呢，比武汉长江要占一些优势，因为国安队打完武汉三镇就一直留在武汉，而武汉三镇是连打了两个客场，才在上周六结束了上一轮的客场作战之后呢，是回到武汉。其实国安反而是更加以逸待劳的一方。嗯，这是赵华俊很自信，所以王刚这一侧上半时受到的压力非常大。对，不仅仅是张华俊个人能力的问题，也有我们在人员使用上，就是达博在王刚这一侧防守端很难给他形成帮助的问题，很难形成一个合理在边缘。又是任意球，注意力这个时候一定要集中。对，这都很累了，所以说注意力一定要集中。嗯，危险危险，李鹏，李鹏在打到中间，啊，于大宝挡住了这一击，贴得非常死。王刚顶出来，找人，下面是快球区，好的，邹德海把球得到了，这样随着最后这一波险情的解除，国安队跟武汉长江的上半场的比赛呢是结束了。这半场比赛双方都有很好的机会，武汉队的机会好像甚至还比国安要稍多一些，但国安队却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场上的比分是1-0。这个镜头是因为疲劳还是因为伤病？刚才梅米躺在地上有点让人担心啊。好，现在双方带着0-1的比分各自回到更衣室，领先的是北京国安队。北京时间，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我们现在多享福啊，现在特别好，挺方便的，也挺快的，有这点击太好了，真的挺好。谢谢热线。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和洒脱燃烧着我的青春，我的体魄，我的梦每一刻都骄阳似火，飞奔着记录所有荣光时刻，一步一脚印是我们的承诺，驰骋在唱在感受新的脉搏，汗水从秋衣滑落，烈日下奔跑的我，风雨思念不退缩，带着同一份炙热，生而又一步坠落，迎着风自在穿梭，黎明把黑暗刺破，蓝天下庆祝高歌，
跌倒再爬起多洒脱，别妄想来这段翅膀否定我，雄鹰只想未来能有多辽阔，我做下一代胜利的见证者，一步一脚印是我们的承诺，驰骋赛场在感受新的脉搏，汗水从秋意滑落，烈日下奔跑的我，风雨肆虐不退缩，带着梦一关炙热，胜任又一步坠落，迎着风自在穿梭，黎明把黑暗刺破，蓝天下庆祝高歌。狠狠地把球射向天空，球一交给李磊，李磊又一个低的，漂亮！又是击中张稀哲，好事成双，击中了，球进了，漂亮啊！非常漂亮，这球远射，哇哦！走啊！一场足球比赛有一百个瞬间，你甭管是不是主客场，一个足球事件有一百种观点。高三你还能看球啊？我所以说嘛，后来我为什么干这行了呢？百星不如一月，足球一百分的一些像我一样的老球迷、老观众，他们也像我们一样会喷的。百闻不如一见，一开始还是先来看看跟大家。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球队中的几名伤号已经正常参加训练。权威的球队信息，这样的一个下限曲线的一个背导之下，这个会不独家的当事人连线，不用再担心谣言四起。大屏小屏多屏互动，随时随地收看节目精彩内容。每周一晚，每周一晚，我们。与您一起度过，与您一起度过有足球陪伴的一百分钟。一场足球比赛有一百个瞬间，一个足球事件有一百种观点。百星不如一月，百闻不如一见。权威的球队信息，独家的当事人连线，不用再担心谣言四起。大屏小屏多屏互动，随时随地收看节目精彩内容。每周一晚，我们与您一起度过有足球陪伴的一百分钟。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好，中场休息呢，我们回到演播室。在上半时呢，国安取得了比分上的暂时领先，1-0。这当然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相对好接受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领先过了。真的，你算吧，我们上一次领先可能还是联赛第9轮。是啊，对，现在已经是第13轮了。那么从上半场的比赛来看，小龙你怎么总结呢？我觉得踢得更好的可能我觉得是对手，但确实我们可能这个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又是希哲那个球，但我们还是要通过这场比赛总结防守端出现的一些问题，包括进攻上出现的一些问题，这样才能打好后面的比赛。好，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上半场的比赛。在上半场的这个比赛当中，我们通过影像来重新拾取一下一些细节。这个其实是武汉队开场以后先创造的一个机会。对，其实对手的接近于进球的这种机会比我们要多。对，聂耀双就在罚球区外往前一传，福布斯差点就把球顶进球门。包括这个球，这个包抄也是一个可以说一个很好的得分机会，也是从我们的右路的防守非常空，太空了。对，对手这种传中啊，基本上就像训练一样。对，张华俊把球传到了远端，非常可惜的是凯维奇这球没有打进，当然要表扬一下邹德海，这也是利用了对方这个一直存在的这种问题，力鹏和明天肋骨的这个
呼应不及时，而且经常会造成丢人。张稀哲打进的这个球呢，是他个人本赛季的第一粒进球，同时呢，达布罗也完成了第一个助攻。你说稀哲聪明就聪明，他后排前插看到了右路的这个大范围的这个空档，对对，所以这他达布罗传的也非常漂亮。达布罗第一时间把球给到稀哲，对。这就是他们现在的后腰完全站不住，所以说现在他的右路和后腰的防守，我们一直在说存在很大问题，两个队的右路其实都存在比较大的问题，都相对比较空。那这是上半时的技术统计的情况啊，控球率国安队是占优，射门数是武汉占优，国安队两次射门射正，但是已经打进了一个进球，武汉队只有一次的射正，犯规是10对9，基本上是一样的。上半场只有一个角球是武汉队的，从进攻来说双方还差不太多，国安队反而在自己的后场啊，可能还有更多的挣扎。从虽然控球率占优，但是你看武汉队推进到三区的能力显然比我们要展现得更强， 对吧那么这个是目前武汉长江上半场一个站位的问题。其实福布斯也不是那种特别顶到靠前的一个前锋，那国安队呢其实在中后场可能刚才那个热区图啊是更多的横传，就是其实相对于武汉来说，可能我们的横传和回传更多一些。对，而武汉为什么在前场的这种区域图更好，是因为他可能更多的是主攻，就是他是敢于冒险更勇敢的一些。对，那么国安队其实控制球权的时间更长，但是我们在热区图上，我们的后场反而是非常热感非常明显的一个地方，就证明我们在后场自己的这个传球可能还比较多，那么这也是我们在下半场可能需要更多的解决的是效率上的问题。当然比分领先的时候我们可以踢得更从容一点啊。那么从刚才我们回顾的这些场面和数据来看，小龙你现在能够再帮我们总结出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上半场我们就是针对于上半场的这些问题来说，我们下半场尤其是在防守端的右路一定要更多的去补进。下半场我觉得武汉队肯定会更有针对性的拿我们右路这个空当，包括在进攻当中，我们可以利用他的后腰还有他的这种林天和力鹏中间这个肋部的空当多做文章，尽可能在这个位置能够拿球向前。不过好在我觉得对国安来说呢，我们只需要解决达布罗在防守这一方面的问题，可能我们就能缓解我们上半场的这个大的比较明显的漏洞。但是对于武汉来说呢，他要解决的是明天跟这个力鹏之间他的空当的问题，他要解决的是聂耀双跟叶崇秋两个人在防守质量和跑位上面的问题，他可能要解决好多问题。对，就是其实我觉得跟大宇哥他是就李金宇是一个进攻型的教练有很大关系，他可能更偏向于怎么去打开进攻。对。那么其实如果说当然换人会是一种办法，就是换下达布罗，那么但是呢他的进攻天赋可能又被牺牲，那么你觉得更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我觉得更好解决方案还是要把防守做到攻守平衡，因为这样其实上半场我们有一些运气成分，没有丢球，所以更多的先把防守做好以后也能带动我们的进攻。就是我认为还是通过阵型我认为没问题，还是通过一些换人吧去把防守的这种平衡性给调动起来。所以高天意其实在上半场呢是踢得比较累，对，非常累，非常累，进攻也要上，对，然后呢防守要回到王刚的位置上。那其实王刚现在他的这个位置，如果说就是你很难在一个中场的15分钟时间里去改变达布罗的踢法的话，那王刚可能下半场就在防守端可能得更谨慎一点了。进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应该是有要求王刚要顶上去的，所以说但是一旦丢球以后他的这个身后和身前都是有空当，所以这就给王刚带来了很大的一种压力，老被吊着呢。对对对，是吧？因为他回来以后吧，前头又没有人，在前头顶着身后的空当，只能靠于大宝啊，或者说是这个高天意去补。所以整个对这个跑起来，这种跑动距离是非常累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下半场的比赛，一起关注武汉长江对阵北京国安。北京广播电视台，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继续收看我们为您直播的2022赛季中超联赛第13轮，北京国安队客场对阵武汉长江队的比赛。现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目前场上的比分是1-0，北京国安暂时领先。双方在上半时呢，你来我往，都在进攻端用足了办法，但各自的防守端呢，都存在比较明显的问题。而武汉长江在下半时同样存在机会，但北京国安必须要及时的修正自己已经发现的已知的漏洞。确实啊，我们下半场一定要把防守做好，做好了以后利用武汉毕竟0-1落后嘛，他肯定急于进攻，所以这时候我们做好防守以后进攻上打得更好一些，打入第二个球，2-0的比分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了。嗯，我想武汉的针对我们上半场出现的防守的一些问题啊，可能会更有针对性的去进攻。嗯，国安队在人员上没有调整，下半场的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下半场的比赛呢，穿着绿色比赛服的国安队是从电视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攻，嗯，场上位置也没有调整。可以说上来刚开场我们可以看啊，史中国示意往上压，应该中场休息的时候，孙永亮知道应该让咱们尽可能把阵型靠前，而不是说收在后面，就能顶一顶。对，上半场啊，我们两个中后卫，甚至是中后卫跟后腰之间的传球，啊，停留球的时间太长了，还是打一个直线，打不落，球卸下来，摆脱。张稀哲，没有看到，突然一个挑传，王刚，张华俊把球挑出底线。武汉队在比赛第二阶段开始以来呢，是1-1，1-2先是输给了梅州客场比赛，然后是5-0战胜了广州城。达布罗开这个角球，打了一个前点，达布罗还是打一个低的，高天一。王刚已经完全顶上去了。打不落接应。打不落高天一，提墙式的二过二。王刚。那许东先出一脚把球捅出去，许东上赛季还在黑龙江的冰城队效力。你看像胡敬航，国安还有一个文达，也转回到了这个队。张华军突然还是传这边，那两个中后卫也是下意识的就往这个自己的这一侧来补防。现在我们在场上位置其实非常活，但这个一定要把球控好。所以说一旦丢球由攻转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人员的盯防，尤其是对手的这个外援反击点。张华俊呢，上个赛季还效力于河北的卓奥队，也是刚刚加盟的球员。聂奥双也刚加盟，这就是张华俊。
许东，先到王刚的身后。就是王刚还是收的很及时。他提前意识到了。对啊。那可以说我们正形啊往上压的还可以，但所以我们要向前，对，像这种向前出球找到一个很好的点就会很危险。布鲁诺的点判断也是很准。哦，好了，张翰佑，这下大卫将犯规了。心想的也很及时。对这个光内援啊，在这个赛季开始前春天这个转会窗口引入了14个。摆脱，对，张稀哲跟得很好，对，限制的还不错，没有太好向前机会。看到大卫江球出底线，又是一个角球。福布斯的身高是1.88米，这个国安队的阵容里面还没有能够达到他这个高度的。对，我觉得武汉队他的定位球和任意球、角球啊，还有很大威胁。第二点要注意。希哲对二点的保护还可以，非常聪明啊！这球有犯规啊，危险了，危险，危险！梅米跟乃比江每个人挡出一次，最后对手的倒钩，是利鹏的倒钩，球打偏了。你看梅米好像跟高天也有一个交流啊，认为在禁区前沿的二点保护不够啊。对，确实在这个位置很轻易的啊去传，那后卫啊退防是很困难的。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的后腰收回来太慢了。对，在刚才梅米也表现了自己的不满啊。石中国，梅米又是一脚找达布罗。现在我们更多的还是要通过脚下地面配合，寻求配合，这种高空球很难给武汉队形成太大的威胁。高天翼跟江先佑，先出界。对，布鲁诺在后防啊，往那一立还真是很难打透的。布鲁诺呢只有27岁啊，来自巴西的中后卫，身高虽然不是很高，1.82米，但是从他这个比赛能力上来说，对，还真是不错。他的这种力量啊，对抗能力啊，现在确实我们还没有太多的办法跟他碰上一对一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不止1.82米。报名表上出现的数字是1.82米，但是感觉他应该比张雨宁要高。对，感觉比张雨宁好像大了一圈似的。对，在电视上看看。
空了，太空了，刚刚这路靠近他。哦，这是达布罗的防守啊，30米外的重炮轰门，这个球在门前还有一个反弹，多亏是打偏了。来自野中秋啊，这个让他把球给带起来了。现在我们的尤其是前卫性的防守啊，感觉有些不够紧凑，互相在补位，也是互相在补位，然后所以就造成这种站不住的这种情况。张玉林也被对手重点的照顾，哦，一对一啊！我们靠近他，哦，这球这把就处理的还真是很有想法。张华俊，19岁，这个节奏啊，掌握的很好。所以说现在我们的防守，尤其是我们的右路啊，太空虚了。这个现在你三个人去覆盖四个人的面积确实很困难，除非你有一个人的这种跑动啊，防守能力非常强。那现在我们也没有这么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吧，现在达布罗下场，其实现在他的上场造成了进攻确实有亮点，对他的中路的内部拿球啊，包括向前，包括助攻，但是现在造成了我们现在防守的平衡完全失去了，所以必须得改变。对，你再不改变这个漏洞，不能说被人凿了整个45分钟之后再继续凿下去，早晚有一下会凿漏。不能说，其实这种没有失球，我们是有一定运气成分的，不能老是靠运气才能去赢。高天翼好像受伤了，哎，李靖宇禁止这个事儿肯定是要被黄牌警告。对对对，王迪说不能进场啊。肯定是对于李金宇，肯定也是对于他球员的这种不断的浪费机会，非常生气，这也能理解。作为一个主教练，对曹永静上场，我觉得在进攻端的右路会非常平衡。对他的进攻啊，可以上去，防守可以回来，包括他在中路的拿球都是没问题。张成栋上，现在也看到防守的一些问题，加强了这种防守的硬度和厚度。换一下高天翼，高天翼伤了，哦，那张成栋应该是打后腰。对，张成栋应该出现在了后腰的位置，也是加强了防守。张稀哲，这球传的稍微大了一点点，布鲁布让张雨宁去拼这个刀山球，好在是造成了布鲁诺犯规。这布鲁诺也是一个战术犯规啊。连球带人一起铲，就是为了把比赛叫停，所以说我们形成人数上的优势了，进攻。布鲁诺就提前收这一步很关键，而且如果这球张玉宁一旦拿好了以后传出来，我们就有很好的一多打扫机会。布鲁诺在巴西曾经效力过弗拉门戈，在葡萄牙曾经效力过布拉加，这都是对当地的强队，所以说也是非常有能力、有经验的一个球员。有点，哎呦，这个对方的守门员高翔，这一次是确实高高飞翔，这落点判断还可以。张稀哲捅了一下，张稀哲想法很好，但是没有领好。赖比江，
说你通过换人以后，人有我们的这种主动权啊，能给找回来。嗯，曹文金，嗯，赖碧江。上一场比赛呢，我们的左路组合就是曹永金跟赖碧江。其实我们在进攻端还是打得不错，漂亮，张雨宁。这次我们看看这是谁外脚背这个蹭的，非常漂亮的想象力。曹永金吗？对，好像应该是曹永金，非常漂亮的传球啊，没有越位，应该让我看一眼。曹永金哦，非常漂亮，你看他提前观察越位，越位了。但是这个球啊，可以体现曹永金这种灵气。对，这是他的进攻的特点，非常出色，包括他的拿球提前的这种深厚的观察。你看，像胡人天，这也是这个赛季刚加盟武汉的。今天王迪这个跑位啊，对于球路干扰次数太多了。嗯。可是曹永金的上场啊，还是带来了活力。嗯。他的确实现在是一非常有能力、有特点的球员。传这个点，嗯，但是这个时候不一样，对，啊，这时候我们看曹永金的这种防守，就他现在平衡是有了，嗯，张雨宁要拼这一下，通了，好球，来，还有还有，漂亮，江江佑，哎，嗯，算，没问题，没问题，非常漂亮，没问题，嗯，江江佑。他打进了加盟北京国安之后的第一粒联赛进球，今天真是好事成双，张稀哲、江翔佑分别收获了自己的联赛首球。那球这时候我们看啊，就是因为曹永金的上场这次断球，所以才有了这次反击的机会。张雨宁观察了队友的位置，非常的漂亮，张雨宁这个传球。一对一摆脱叶重秋，这是江翔佑的好机会啊！确实左脚啊把球给打进了。在这种情况，一对一有这么足够的时间去摆脱内线外线，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现在这通过这次抢断创造出这种机会。而且江翔佑的特点就是左右脚都能打。对，就是现在我们创造这种机会，是因为我们的防守平衡了。你进攻的时候，我可以站住位。啊，断的时候舒舒服服打你反击，而不是说我们防守少一个人，不断的一直在移动，所以这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换人呢，确实比较及时。对，如果过了六十分钟以后再换人，我觉得因为我们就是防守中少一个人，大家为这个付出的这个体能可能就分打以为敬。漂亮，漂亮。啊！连续的一脚出球啊，再一次撕破了对手的防线。没问题，没问题。前场应该是江翔佑。鸟双刚才的回追防守。张雨宁传江翔佑，鸟双一直跟回来。可是现在我们更可以从容去打反击了。嗯。所以这次教练组的换人啊，还是非常有针对性，对，针对我们的这种问题进行了这种弥补。胡人天看来是要上场了，嗯，这时候李金宇必须得加强进攻。
只要现在我们这种防守趋于平衡了，以武汉队的现在的这种能力很难打透啊。就这么看，4-2-3-1这个阵型啊，其实对于目前国安队这套人马还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阵型。对，啊，这也是一个最常用的阵型，对，也最平衡的。对，而且对于球员来说是最熟悉的。但是呢，就是在这个阵型里，在你得把对的人摆在对的位置。嗯，对吧？就显然达布罗还打不了这个阵型，边前卫。朴成要换张稀哲，武汉这边呢是胡人天要上，这是张稀哲打进第一个球的场景，非常重要的一粒进球。嗯，这杯进球。8号跟10号同时在场上的时间呢太少了，他们俩经常相互替换。胡人天是换下了倪耀双，这个会不会变阵？确实现在武汉队如果不变阵的话，确实很难对我们形成太大的压力。嗯，因为他必须通过阵型来去弥补他个人能力不足的这个缺点，所以这也是考验武汉队这个教练组临场变阵的这个调整。因为胡人天是个边锋，聂耀双是个后腰，而武汉队现在在场上也没有更适合顶替聂耀双这个后腰位置的人，他必须要通过阵型形成人数上的优势才能对我们形成威胁，如果只是一对一对上的话，他是没有任何优势。朴成拿到球，右脚传起来，张玉强，3-0，没问题。张玉宁的赛季第8粒联赛进球，非常漂亮。所以说他现在想去进攻，他必须要进攻。所以说这是我们的位置站住以后，人是个人能力啊，包括整个整体性啊，强于对手以后。就这种反击的这种机会就会非常多，而且非常从容，而且他的后卫线除了布鲁诺以外也是占不到任何优势，所以说这个我们就很轻易的就可以打透他。而且这个球呢，你刚好好巧不巧的赶上江湘佑是个右脚踢左边的，他回扣拿右脚这么传呀，布鲁诺是个抢前点抢还真不好抢，而且对布鲁诺是退跳防守和张玉宁冲起来防，而且张湘佑是很舒服的瞄着在往后点传，这就完全不一样。其实我们保持好这个，我们保持好比赛的节奏，我认为第4个、第5个甚至进球还会出现。对，如果我们保持住这种攻守这种节奏的话。这边梅米好像很痛苦，应该是膝盖顶到了。哎呦，这下很重啊！福布斯，他有德国跟哥斯达黎加的双重国籍。来到中国联赛之前呢，他是在波兰联赛效力，克拉科夫维斯瓦。陈宇浩上，明天下。
陈宇浩呢只有二十岁，还不到二十一，有的这边的替补席国安队的一杆小将，也有几位是在做准备活动。嗯，说这个时候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小将一些锻炼机会。嗯，其实像柏杨上一场比赛替补出战，虽然球队是大比分落败，但是柏杨表现其实还是可圈可点。其实年轻球员必须需要通过比赛来去成长。池中国，撒文健，满刚，曹永静，传低了，好的，非常漂亮。曹永静的回防的加强，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这个换人以后非常有信心呢？就是因为阵型的紧凑出来了以后，他仅靠两个外援是很难打透我们。姚成，三分球给到王刚。嗯，这球如果王刚去选择一个向前的传球，效果会更好。嗯，哦呦，真有信心，也非常放松。对，三比零领先以后啊，漂亮，好的，王刚，我们一定要多一些这种传球，对，进攻才会有威胁。漂亮，哎呦，曹永静，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去向前的这种传球，而不是说回传横传，那样进攻是很难打出威胁的。所以说曹永静的上场非常亮眼，而且今天他的一脚出球都非常有想法，而且合理啊。因为武汉队还是我们说的问题，他的后腰和边后卫是站不住的，位置是不好的，所以有很多的这种直传啊，包括身后的机会。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去敢于向前。国安队四次射入正球门，进了三个球。张诺。张仁栋的上场啊，曹永静的上场，现在右路我们看，现在对手已经没有太多的办法。嗯，你看中间又是很对，对手的两个后腰是没有的。嗯，基本上是形同虚设。一脚远射，这球打高了。所以像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利用他的后腰和边后卫、中后卫这个内部的空档，不断的去尝试，机会会有很多。我们现在到三米区域，还是要更多一些耐心。对对，不要着急。尽管三比零了，但是我们还要踢得更细腻一些，打得更合理。对，艾维奇，你看现在我们的右路防守，再看他已经很难去找到机会了。那张华俊还怎么可能去突破？对，你之前的全是张华俊拿着球就像训练一样带两秒钟还能突破，现在没有这种机会了。看一下曹永静的位置，收得很好，这个位置，你看，所以说这种紧凑感出来了以后，对手就没有办法。李鹏、布鲁诺、许东，还是到张华俊这个点，张东已经过来了，注意凯维奇的位置，球出底线。
我一下换三个。胡佳丽、刘云和王静斌，武汉也是通过这次换人啊，增加一些场上的这种积极性和活力。现在场上武汉队踢得有点死气沉沉了，对，基本上就感觉比赛的时间啊，慢慢消耗掉了。所以李俊宇也是希望场面，不管也许比分输了，但场面上希望能打得更开一些，更有一些速度。王静斌、胡佳丽，这都是这赛季引进的年轻球员。但是刘云是武汉队自己培养的球员吗？说武汉这赛季也是一个大换血，多的也是一个锻炼新人。刚才说了，他14个新人，对，主力阵容里呢，新加盟的球员占到4到5个，这还没说外援，外援4个也全换了，就相当于一支新队。对。这个时候张雨宁要传得非常漂亮，打一个裆，这也是我们看啊，对手的后腰已经没有了，所以一片空虚啊。像张华俊、胡敬航和福布斯全部都被换下了，也是通过换来的队员能够踢进攻上踢出一些积极性。许东犯规了，包夹，叶中秋，哎，这被对手抢到了点。21号王静斌呢，身高是1米85，上来他是顶替了福布斯来打中锋的，也是增加这种高空球的优势。希望能够通过两个边路的传中，寻求一些机会。来主罚，好了，于大宝点非常准啊。布鲁诺这个多少有点故意，有一些小动作，其实南美球员这种小动作还是比较多的。那布鲁诺明知道自己抢不到这个点了，但这一下要跳。比赛已经来到第80分钟了，场上的比分呢是3-0，北京国安在客场领先武汉长江。隋东亮的第一场中超联赛的执教，
知道吧，这一下看来他是在完全没防备的情况下被撞了一下。对、嗯、因为他看不到身后的人，嗯，顶完了以后这种布鲁诺利用这个惯性直接撞到了于大宝的头部，应该是张宇宁赛季已经打进八球，这边是国安队的替补席，换下场的高天意、王子明、刘欢、于洋、金泰妍还没有上场，其实这时候可以给一些比赛少的球员一些机会，对，找一找比赛感觉。我们现在是用了三个换人名额，还有两个名额没有用，这时候是可以让一些年轻球员上场感受一下这种比赛的气氛。这是我们几次很危险的进攻啊、被对手破坏的一个场景，是我们真正的完全这个把整体实力和个人能力展现出来，压制住对手，就是换人了以后，对我们的这种实力完全展示出来。两队的犯规比是16-11，武汉队明显要更多。叶冲秋抢到第一个点，许东还是一上来就找高点，刘云对手的向前推进是非常非常困难，对他现在没有太多，因为我们现在阵型没有漏洞，我们现在看整个我们的前卫线和后卫线是非常紧凑的，嗯，这样他就没有办法去打透了。张梦上场其实打的是一个啊，现在于大宝下去后，于大宝现在投到中卫了。往往想打透这种紧凑的阵型，是需要一个好优秀的球员，所以我们说，更多的我们有时候依赖外援，这时候往往都要依靠外援去打透，打破这种平衡。但现在武汉的显然是做不到这一点。赖炳江自己带球向前啊，不就双人包夹把球捅走了。然后国安队要换人，哦，侯永永久违了，侯永永，好，让江强佑下场休息、侯永永来打一打边前卫这个位置。柏杨上场，应该是踢于大宝。柏杨，这个王迪站的位置啊，影响了朴成的出球啊，这已经是这场比赛第四次了。好球，曹文静有大片的开阔地，嗯，张宇宁再给他拉开，球到张宇宁脚下再传回来，曹文静4-0。其实这是一个可以说是意图非常非常明显的一次进攻，就张宇宁甚至接球以后都有时间给曹永静指往这儿跑，所以说我们就说武汉的整个这条后防线啊，就是真的是问题非常多，所以我们现在就一定要在前场保持这种耐心。现在看他的后腰又是没有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后腰没有，他的后卫是很难站住，对，非常漂亮，所以我们就保持住这种耐心，保持住这种细致的这种每一脚传球，机会还会有，就是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对对，
前面三连败那支球队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安队。但确实我们还是要不断的提高自己进攻端的很多的这种问题。对，是我们确实自己做的不够好。确实我们面对的防线和面对对手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比赛来找到自己的这种优势，然后和不足，这样才能踢好后面的比赛。因为毕竟不是每一支球队都像武汉一样。对，因为你还要去碰海港，去碰山东。武汉其实是一支，其实我们在这换了很多年轻球员，他今年的目的就是一个保级，但我们要拿出更好的状态，更好的水平去踢好更多的比赛。在过往的赛季里，我们不会拿我们自己跟就像现在这样的武汉队去做任何比较。跟武汉队的比赛是一定要赢的，而且一定要踢得好看，获得胜利的。所以我们还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今天也是可喜可贺，张稀哲、江湘佑、曹永静全部收获了自己的赛季的首粒进球，打开进球账户。而张玉宁呢，作为队内的最佳射手，也把自己的进球数提升到了八个。也希望啊，这新的教练组啊，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胜利。就这场比赛4-0的比分，我觉得能让球员找回一些信心，找回一些比赛当中的节奏，也是为以后的比赛打一好的基础。传球出现了失误，被对手打进一球。这个梅里非常非常的气愤，苏德海。没关系，这个主失误现在4-0领先了，所以说，11个可能是比较放松吧，因为放松的比较失误。就是这个球为什么不处理？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可能就是。脚法没有掌握好，他左脚，他左脚这球没吃准部位，他可能是想给梅米，对，是想给梅米，但是踢到了脚尖的位置，对，所以造成了球的路线有偏差，但这个无所谓，对咱们来说没有任何影响。凯维奇87分钟打进一球，通过这场比赛，我觉得新的教练组也更多的了解这些球员在比赛当中目前阶段的这种特点和这种状态。对对，所以非常好的一个开头，为后面的比赛啊，更好的怎么去排兵布阵啊，包括一些阵型策略，打下很好的基础。是接近56%。海洋，这个球摆的应该是拿呀，先选择这个让，拿好以后向前啊，出球是很容易的。刚上场多少还有些紧张，对，而且这个赛季打得也非常好。上一场比赛可能他还是他第一次出场。王刚这场比赛是真够累的，因为他
大部分时间呢是暴露在对手的火力当中，对，在不断的防守当中也消耗了很多的体力，同时进攻端他也参与的非常深，每一次几乎都到底线。其实在比赛当中，王刚的这种特点，他更多的需要是有人能把球传到他的对方的身后，让他跑起来，而并不是他持球这种一对一，并不是他的特点。对，所以说现在我们怎么解决在内部拿球，和王刚形成好的配合，我们教练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充分发挥他的这种特点。游泳传起来，还没有完全进入到比赛节奏。黄牌肯定是逃不掉了，这就是显得乃比江有些经验不足啊。对，但是后卫嘛，就是在这样一次一次的问题出现以后成长起来。对，相比胡人天，肯定是经验上肯定有些欠缺。对，这些你没经历过的话，你可能永远学不会。对，这一次可能下一次再防的时候就有经验。对，张雨宁，张成栋，脚跟再磕回来，非常好，通了，漂亮，前插，哦，这球有点着急了，有点大，啊，这是反击的机会，嗯。在三天补时不到两分钟了，刘云布鲁诺，那湖人的速度，现在乃比江已经没劲儿了。武汉第一个主场，他们不会轻易放弃的。这个球，对，这球应该越位了。对，因为现在助理裁判都会延迟举旗，这球如果是不穿湖人天很难打透的。对。胡文天也没有意识到，这球应该不是传给胡文天，也是一个失误，误打误撞传到了胡文天脚下。这样武汉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了啊，只有三十秒的比赛了。嗯，张雨宁把球拿下来。还有机会，看这边插上曹永静，一对一，一对一立起来再传啊！哎呀，侯勇这球传的稍微大了一点啊，想法很好。对，如果能够传到张雨宁的脚下，就是很好进球机会。好了，这时候比赛时间呢也已经耗尽。
好，王迪吹响了全场比赛的结束哨，这样在九十分钟的争夺过后呢，北京国安队以一场4-1的胜利结束了自己的3连败，以一场4-1的胜利宣告了自己在目前的人员水平上能够踢出的比赛质量。而武汉长江在这场失利之后，也在自己3年以来第一个主场当中呢，品尝了失败的苦涩。张玉宁继续在队内射手榜上领跑，这也是隋东亮执教的第一场中超联赛，一场4-1，这是足够完美的结果。至少在下周一之前，这支球队是短暂的，可以在舆论的漩涡当中有更平静的状态了。能看出隋指导也是承受很大压力啊。对，振臂高呼啊。无论怎么说呢，这是可喜可贺的一个结果吧。毕竟我们是从1-5的那种惨痛当中算是走出来，用一场4-1作为回打我们走出来。对，但是确实在60分钟换人之前我们还是踢得有一些挣扎。 对，但是比分呢充分说明了我们的实力。所以说我觉得对教练组的后面的比赛打下来一个非常好基础。就是我们这场比赛我觉得除了走出1-5的这个尴尬跟耻辱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给自己增添信心，因为我们只是暂时摆脱了3连败，摆脱了1-5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压力，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回到自己想要的样子，这可能还不能完全给出一个全面的回答。对，但我觉得新的教练组一定会看到今天出现的好的和不好的地方。对，然后回去迅速总结，踢好后面的比赛。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并且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北京时间的网站。那下一场呢，我们会在下周一来对阵广州城，这个是你曾经效力的球队。我觉得对于广州来说，如果我们拿出今天60分钟以后这个表现，我认为胜利一点问题。温文尔雅，贤良方正。